拥有有寡妇夫，您会建立吗？你一定要记住啊，以后你要是想吃紫菜蛋花汤，你就像我这样做，紫菜买回来先用温水清洗一下，这样才能有效的去除里面的灰尘和脏东西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麻烦你给我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吧，非常感谢。然后沥干水分放入碗中，水烧开，倒入两个鸡蛋液，这个时候一定要把火关掉，这个就是蛋花鲜嫩的技巧。加盐、生抽、虾皮、胡椒粉、麻油、一点点小葱花和香菜叶，轻轻的搅和两下，这样就可以出锅啦。今天来一个蓝色星球，怎么还是和别人的不一样？过分通畅，咯楞咯楞，还是一言丝滑。这可能是全网最通畅的蓝色星球。这个形状像啥呢？再搁楞搁楞，倒上咖啡液，渐变的颜色出来，搁楞搁楞。明天见，记得关注。